哥，我漂亮吗？你穿婚纱很漂亮。 那你可以抱一下我吗？喂，哎，小汤，你有时间吗？我们能见一面吗？啊，好，好，我现在过去。 休息，很漂亮。 找我。哎，我今天约你出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的。你说。我把春江花月夜给弄丢了。丢了？怎么回事？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有好好的去保管它，我辜负了你，我。 反正就都是我的错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补偿你的。嗨，那个东西本来就是我送给你祝福你的。自古以来，大家都觉得玉是个吉祥的东西，丢了就说明它为你挡了一劫。哎，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还得谢谢他呢。没事。 对了，我听说你要结婚了，祝福你。这婚我不会结的。为什么？会知道。 爸，妈，回来！小峰啊，你还知道回来？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去见程子月了。你都快结婚了，你去见他干什么？我要说，这婚我不结了。什么？这么大事儿，你说不结就不结？妈，你先听我说。我今天去爷爷那儿了，爷爷跟我讲了雪兰爸爸的事情。我听了之后很感动。后来我扪心自问，我要不要娶她？可是我内心一直告诉我，我不能骗自己，更不能骗雪兰。 我一直把她当亲妹妹看，我努力过了，可是我做不到。你这是想法，你爷爷同意吗？妈，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，我不能因为爷爷的意愿就强行自己把她给娶了呀，这样对我对雪兰都不是公平的事情，这是不负责任的。小峰啊，雪兰跟你是多少年的感情了啊？有什么不公平的？我不知道我跟她在一起会发生什么，但是我确定，如果我跟她在一起，这将是一场悲剧，你们不要再逼我了。 我跟你朝夕相处了20多年，到头来你以为这是一场悲剧？雪兰，你听我说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你是个非常好的姑娘，但是好不代表就合适。我们不适合结婚，我不希望你能后悔。我知道你现在听不懂我说的话，但是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现在为什么这么做。借口，都是借口！明明在伤害别人，你却说的这么好听。你听我说，小峰，我告诉你，你结婚这个事情，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事情了，是咱们汤氏家族的事情。
你要是认我的爸，就必须娶雪兰。 子越啊，这次派驻新加坡的事情听说了吧？嗯，我听同事们说了。您是打算派我去吗？我知道，你以前读书的时候啊，在新加坡待过好几年。不瞒你说啊，你也是我们这次讨论觉得最合适的人选。不过呢，这次派到新加坡，2年之内不能回来，那边人手少，任务重，不知道。 你能放得下家里吗？如果你们决定派我去的话，我会先安排好家里的。哦，你真的能放下女儿？您放心，我会安顿好。那我和其他的领导再商量一下，确定了以后再通知你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好。雪兰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哥离家出走了，我们打了一天的电话，他电话已经关机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他没有跟你联系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他昨天晚上见过你了吧？你们都说什么了？昨天。 我们确实见过，但是没说什么。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们爸妈是希望我们在一起的，婚礼我们都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可是他昨天忽然回到家说他不想结婚。你不是已经有家了吗？你为什么还要纠缠他不放呢？雪兰，你误会我了。误会？ 你控制他，就像控制一个牵线娃娃一样。你想理他的时候，你联系他；你不想理他的时候，把他扔在一边。你有没有想过别人会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他呢？你真的误会我们了，我们真的什么也没有。我不管你们有没有事儿，他是因为你才离家出走的，因为你才跟父母嚷起来的。我拜托你。 把他找回来好吗？你不用拜托我，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的。还有，我希望你找到他之后，能够劝他回家。他可以不在乎我的感受，但他不可以不在乎爸妈的感受。 子越，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你现在的处境。不要再给他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，好吗？我在公司里边待不下去了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公司出一些小状况，老头把所有责任推到我身上了。这一次，他不会那么容易放过我的。那。
你怎么办呢？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才跑到你这儿来清静清静的。那我们分析分析情况。你看啊，程子玉呢是打定了主意要跟你离婚，你老丈人呢又因为那800万瞧不上你，我估计这公司怎么着都落不到你手上，你说对吗？这个时候你更要想清楚，你为他们家付出了那么多，他们也不把你当一家人，现在都已经这么绝情了，那将来呢只会变本加厉，你还对他们存有什么期待呢？你怎么来了？雪兰来找我了。你知道吗？你的家人昨天找了你一晚上，他们都急坏了。我不想回家。其实不管怎么样，他们毕竟是你的家人，你的父母，不管他们怎么做事情，都是以你为中心，对你好的，所以你应该体谅他们。我就是体谅他们，所以才有今天。但是这件事情绝对不能答应。其实雪兰是一个好姑娘，你就不能……如果你都要来劝我的话，那我就太伤心了，求你了。对不起。拒不拒绝她其实跟你没有关系，我不能接受她完全是因为我跟她没有那种感觉，我不能耽误他。你要是真的为雪兰着想的话，你要注意方式方法呀。毕竟你这样做，你知道你的家人会多伤心吗？你是想让我离婚吗？我只是跟你分析情况，至于怎么做呢，还要你自己做决定。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我有我爸我妈还有孩子，我得考虑多方面的问题。我就怕你考虑的再多，最后的结局还是一样的。你别忘了，人家还等着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呢。所以你听说过鳄鱼法则吗？就是一只鳄鱼，如果它咬住了你的脚，你想试图用手把它挣脱开，结果鳄鱼就会同时咬住你的手和脚。你越挣扎，它就咬得越多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，一旦这只鳄鱼咬了你的脚，你就只能放弃这只脚。我宁可牺牲我一只脚，我为程家当牛做马那么些年，我必须拿到我应得的。你能想明白就最好了。我先走了。我等你回来。其实我的父母从小到大还是挺顺着我的，
他们很尊重我的意见，唯独这件事情他们非常的固执，就算我一再的反对拒绝，他们还是自说自话的把婚礼准备了一大半。我都担心他们会把我绑架到婚礼的礼堂去。他们毕竟是你的父母呀，最后肯定还是会以你的意志来行事的。我觉得现在你最应该做的是回去跟他们好好聊聊，把你真正的想法告诉他们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理解的。回家吧，好吗？我想自己再待一会儿。好，那我陪着你，等你待够了就回家。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不要逃避，应该勇敢地去面对它，这才是生活的正能量。慢点啊，拜拜，拜拜，好，看着路，先走了。分家呢？既然我们两个人已经决定不在一起了，我觉得还是早一点把东西收拾出来比较好。这样的话，要么你先搬走，要么我搬走。就那么着急啊？决定的事情了，再拖着也没有什么意义。今儿下午我给你打电话了，无法接通。我打到杂志社去，他们说你去找人了。找谁去了？一个朋友。什么朋友？普通朋友。找他干什么？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这是真的吗？我老婆可能都被别人动，我怎么就不能动你的东西？现在咱们俩还没有离婚。这个是杂志社决定的，我自己做不了主，而且这个事情还没有定下来呢。再说这件事情跟我们两个人离婚没有关系。没有关系？我怎么就觉得有关系呢？有什么关系呢？一直以来，我觉得你对咱们这个家庭对我都全心全意，现在突然那么决心要离婚，说要离婚就要离婚，怎么回事？因为我现在才真正看清楚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是你自己看清的呢，还是别人让你看清的？
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我觉得你现在特别奇怪，我想了很久我才想明白。想明白什么了呢？出高价买你照片的男人和送你玉的男人是一个男人吧？对，没错。你想说什么？你还理直气壮了是吗，程子越？那刚才送你到门口的男人也是他是吗？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，那个人是我捐献骨髓救的人，人家只是表示一下感激。你捐献骨髓是你自愿的，没有什么要求，他凭什么三番两次要感激你呢？就他送你那块玉，我抵押就100多万，要拿到外面卖得多少钱？他又没什么目的，凭什么送你玉？哎，他缺心眼吗？赵思文，你太低俗了。我低俗？我一直都这样。你别动我。你以前为什么没有说我？现在怎么看我都不顺眼。说到底就是外面有人了。你无耻！再怎么无耻，我也没让个女的把我送到家门口。程子越，用不着你给我戴绿帽子。现在就你不想跟我离婚，我也要跟你离婚。像你这种对婚姻、对家庭没有责任感的女人，我还看不上呢。那就离婚吧。我们俩离婚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晨晨抚养权归我。不行。晨晨必须是我来抚养，我不可能让我闺女跟着你去受那后爸的罪。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哪怕去到法院，我也不可能放弃你对晨晨的抚养权。你是婚内出轨的那一方，去到法庭上，法官也不会向着你，孩子不可能跟着过错方。那你说，我应该怎么做，你才可以放弃晨晨的抚养权？亲身出货，房子也归我。这房子是我爸和我妈他们买的，这就是你要离婚的代价。不同意没关系，法庭上见。好。你在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宝贝儿，你醒了。妈妈在给你收拾东西呀。你妈妈今天带你出去住，好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爸爸妈妈。要分开了。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分开？晨晨不希望你们分开。我们
先到王爷阿姨家那儿住几天，然后我们再去租一个大一点的房子，你说好吗？妈妈，晨晨想住小房子，小房子可有趣啦。好，请问王岩在吗？不在。我给他打手机，他一直关机，家里也没有人接。您是？我是他的朋友，我叫陈子月。哦，岩姐她去韩国了。韩国？那他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大概去几天呀？岩姐她昨天去的，昨天在机场的时候给我们打了个电话，说心血来潮去散散心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再见。哎，宝贝儿，那个王爷阿姨不在家，我们去不了她家了。那我们就去姥姥他们家住好吗？妈妈不想让姥姥他们担心，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先不要跟姥姥他们说，好吗？妈，我知道了，我不会跟姥姥他们说的。吃蛋糕吧。喂，哎，小汤，汤叔叔，是晨晨吗？对，我确实是在跟晨晨在一起。我要跟汤叔叔说话。你稍等啊。汤叔叔，哎，晨晨，在干什么呢？妈妈带我吃蛋糕呢。我一大早就吃蛋糕呀。妈妈带我们搬出去，王阳阿姨她不在家。喂，子月，你在听吗？哎，我在。怎么回事？她说的是真的吗？为什么要搬出来住？你现在在哪儿？等着我，我现在过去。哥，你去哪儿？哥，晨晨，汤叔叔，晨晨，汤叔叔，晨晨，晨晨吃过饭了没有？我刚刚吃了蛋糕。吃蛋糕了？叔叔送了一个小礼物给你，好不好？谢谢汤叔叔。喜欢吗？喜欢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带着孩子出来了？爸爸妈妈吵架了。晨晨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回你爸妈那儿吗？没有，我爸最近一直身体不太好，我不想再让他们担心了。所以我打算带晨晨去王爷那儿住，然后随便找个房子住。随便找个房子住，亏你说得出来。我给你们安排，我走了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会想办法。我知道你那儿手头紧，我也知道你自尊心强，但是这不是为了你，知道吗？这是为了晨晨。大人受得了苦，孩子能行吗？啊？晨晨，快穿衣服，叔叔带你走。走。来，进来吧，就是这儿。就这儿，来，把书包拿下来。房卡和身份证我就放在这儿了。好，谢谢。
晨晨，这几天就跟妈妈住在这儿，好不好？好。真乖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帮你把衣服脱了啊！嗯，妈妈，嗯，什么时候回家呀？周涛还没联系上吗？那天他是匆匆忙忙走的，没跟公司任何人交代，也再没来过公司。我打他手机一直都关机，去他家里找也没有找到人。你把这个项目的企划书和所有资料都送到办公室来。嗯，好的。没吃早饭吧？赶紧坐着吃早饭。哎，那个子月和晨晨没跟你来呀？我来就要跟你们说这事儿。什么事儿这么严肃？快点说。我们要离婚了。嗯？你说什么？程子月提出来的。子月提出来的？离婚？因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提离婚呢？是不是因为那个800万的事儿啊，儿子？啊，不是，程子月在外面有人了。你瞎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嫂子是那样人吗？赵文丽，我是你哥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你？我告诉你，我跟嫂子可比跟你亲多了，打死我也不相信我嫂子能做那种事儿。该干嘛干嘛去。行行行，你先别说了。这子月。子月真的和那个男的好了？你少在这编排子月。思婉，一个人啊，说话做事得讲良心。咱们老赵家有什么？有什么？凭什么你能摊上像子月这样好的媳妇儿？你拍拍胸脯子，好好想想，想想。你应该知足，你应该感恩。我觉得您真奇怪啊，老爸。哎妈，啊，这是我亲爹我亲妹吗？为什么一有事他们俩老针对我呢？儿子，这是。爸，老妹，你们听清楚了，程子月提出来的离婚，不信你们打电话问问他。赵总，是我。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睡不好觉，我想到一件事情，必须马上跟您汇报。快说。上次咱们跟集会公司不是签了份合同吗？那是您签的字，这份材料啊，现在就在公司里放着。如果叫董事长看着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必须马上拿回来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你现在才告诉我，你不是坑我吗？你。
你好。啊，我想问一下，程子月在吗？啊，子月姐今天请假了，我们也有事找她呢，但是她手机一直关机。哦，那她明天来吗？啊，这个我不太清楚，要不你自己打电话问她吧。哦，谢谢啊。不好意思，我想再请问一下，程子月要外派到新加坡吗？啊，是啊，在申请中呢，我们也正为这事找他呢。你们社长在吗？啊，他在，你有事找他。您跟他说，我是医水源的汤雪兰，汤玉峰的妹妹。哦，好，他在二楼，跟我走吧。谢谢啊。没事，妈，我爸呢？哦，到公司去了。哦，怎么了？你这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又跟孙子吵架了？宝贝儿，你先去沙发上玩一会儿，妈妈跟姥姥说几句话。嗯，哎，真乖，过去吧。怎么了你啊？离婚。你想好了吗？其实本来不想那么早告诉你的，只是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我觉得赵思文已经变得不是原来的那个他了。这本来啊，我是怕你伤心，一直也没告诉你。我其实早就看不上赵思文了，可是你说你没做这个决定，我这个当妈的总不能说赶紧闺女赶紧跟他离了吧？既然你现在想明白了啊，妈支持。现在这个决定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呀。其实我一直都没有下这个决定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信任的基础了，我完全不信任他，这样的婚姻在一起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你和他摊牌了？其实我昨天就带晨晨搬出来了。搬出来？那房子是你爸买的，干嘛你搬出来？要搬是他搬。妈妈，你先听我说啊，我只不过是想早点了结，真的啊，早点搬出来对他对我都有好处。而且我觉得他现在变得好陌生啊，甚至让我觉得有点什么害怕。他欺负你了？没有，他倒不至于欺负我，我只不过是想早点跟他离婚，然后带着晨晨离他远一点。而且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跟爸爸商量。说吧。我们杂志社呢有一个外派新加坡的任务，而且我们头跟我说我的条件比较符合，所以我就申请了。你的意思要带晨晨出国啊？这一次我真的听到你的声音，
这一次你真的要离我而去，看到你一人在雨里背对着我独自哭泣，说你愿意再听一次我的呼吸。这一次我真的明白自己在意，这一次我知道我是爱你的，深陷最想你的轨迹，闭上眼睛泪如潮汐，永远冲刷不掉你暖暖的印记。开始想你的好，开始想你的好，这种安排不能颠倒，给的太早，又爱的太少。有没有人让你微笑？有没有人在让你烦恼？那个你不想见的我还在想你的好。我开始想你的好，好的连痛苦都忘掉，后悔认识你的太早，初恋情人很难到老。开始想你的好，开始想你的好，这种安排不能颠倒，给的太早，又爱的太少。